导播进广告，嘿，刚刚有收到广告了哈，看完广告了吗？看完广告我们就继续喽，好，我们就继续喽，好了，我们准备继续喽，好，继续啊，OK，我们现在在下水道，这会不会太暗啊？应该是不会吧？哇，哎，下水道的水蛮清澈的，我以为一直都是那种黑黑、橘橘、黄黄的。这个下水道看起来蛮干净的，那个水，你看，蛮透的，都透明，看得到那个底下了。哎，小老鼠，哎，我可以射它吗？哦，它死了，而且它没有掉任何东西。哟，我刚刚差点把海莲娜误认为僵尸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刚刚我射老鼠，它不会掉东西，对不对？四代的话就有这种系统，就是我可以射那个乌鸦，它就会掉一些钱啊之类的。可是这边射老鼠就不会有，虽然射老鼠掉东西，感觉有点不合逻辑啦，对啊。又看到一只老鼠。Contact when you're in there. I'll still be tracking your movements, but be careful. 哎，这里看起来有电线呢，那个走进去应该会被电到吧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走这里。啊，现在可以跑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跑步了。哦，有一只僵尸。哎，哪有人被踢倒了还可以扑上来的啊？死了？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看不到你到底死了没？哦，死了。先跑一下好了。我记得这一段我有看别的 YouTube 玩过，我印象中好像会有火车撞过来。哦，我们要浪费子弹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，我不要浪费子弹。先直接跑了，跑啊，李阳，跑起来！有火车，有火车！哦，OK，继续。How are the trains still running? There was no one at the controls. Zombie Express. 僵尸特快，可以叫他，哎，僵尸狗吗？No，好像有点危险呢。没子弹了，跑啊，海莲娜，快点，靠你了。死了？OK。哎，我刚刚要讲什么忘记啊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啦。欢迎搭乘失速列车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失速地铁不是失速列车，是失速地铁，这应该算是地铁。就我真的觉得它这个移动视角有点晕啊，像《恶灵古堡》四代就不会了，不会这么快，是可以设定了，有点懒。有人被咬哎，不要理他。又有火车哎！我看到僵尸被撞了，哇，死了！现成的火车杀僵尸好用的载具。我前面看到电线哎，等一下，这生化兵器也太强哎！哦，死了！我以为他会直接飞哎，不对哎，还没死哎。被烧成这样还不会死啊？OK，还好这一代还可以把那个敌人丢的东西啊，射击给弹回去。等下我先上去，敌人太多了。哇！但有刚刚看到刚刚那一幕吗？
海莲娜直接穿过去耶，哎，你的手两个同时没电会不会太僵尸嘞？我在下面两个，哎，还有一只啊，哪里啊，太暗了，还有吗？哦哦，还来啊，还有吗？死了，全部交给海莲娜解决就好啦。这里是哪里？哦，那是什么？解锁文件跟雕像，酷。所以这边我应该要，这边可以过去吗？不行，先往这边走好了。我记得这边好像也会有火车，对不对？又来了。哎，是火车还是僵尸啊？是僵尸啊，不是火车。跑！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要二选一啊？哪边有火车？是哪一边有火车？哇、哦！这火车好像来的声音不够明显啊！火车已经在我旁边了，结果我听到那个火车声音还是很远的。好吧，我们再重新来过吧。然后啪啦啪啦啪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走左边，对不对？因为火车会从右边来嘛。我们先走左边吧。哎，这体力看起来是无限的。梁，你的体力真好。那他应该不会过来啦。等下海莲娜被，走啦走啦走啦！有跟上来吗？海莲娜在干嘛？还在混？他有点受伤嘞，看起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准备上失速地铁了。好暗哦！We're not getting that open. I want to have a look around in there. Boost me up on top. Just don't leave me behind. 还有僵尸上来啊！哎，我不是踢他了吗？OK， 解决了。好了，哎，人嘞？啊，你不是要上去？哦哦，为什么不从旁边啊？旁边也可以上去啊，为什么一定要从这边上去？哎，不太懂。谢谢。满满的僵尸。这些全部都是僵尸，但是他现在不会活过来，他一定要等到，诶，活了吗？我是踢他屁股，对不对？把他屁股踢到死掉为止。诶，等下，子弹，这人看起来没有被咬伤啊，为什么就这样？眼睛睁开，他是死掉吗？撞击过大，所以死掉了。活的还死的、啊？算我直接跑过去算了啦。呜、哦！哦，没有没有，他是尸体。
嘿，等下，他不过他会吐那个血，好酷哦！若干年没有看过僵尸吐血了。哎，对，有。海莲娜，你都不看你后面的是不是？我都把后面交给你了，这么信任你，结果这么辜负我的信任，太可恶了！啊，这尸体好烦哦。你是僵尸吗？好像不是。哎，出口在哦这里。这是何等神力啊！哇！这边应该还有一只。我突然觉得李昂的腿有点短，我想要踢到的范围都踢不到。李昂，你该吃点橡胶果实了。看一下出口 ，Old Man Street， 什么站？傲慢站，傲慢站，傲慢站。这边僵尸等一下都会复活吧？看起来有点像哎。为什么六代都很喜欢做这种场景？就是你要过去，然后等一下返回的时候，僵尸就会复活，这样蛮奇怪的。你以为这样可以吓得倒我吗？吓不倒的，我都知道，等一下后面就会一堆僵尸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一开门，后面就有一堆僵尸追上来。哎呦，什么声音啊？干嘛？帮你开。干嘛？哎，后面僵尸没有复活啊！哎呦！佛山无影脚，哎，没有成功，再一次，佛山无影脚，哇！这脚真的不够长，哇！这脚真的太短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要用枪了啦！到底爆了没啊？爆了！啊，有了，后面的僵尸终于升起来了，也太晚复活了吧！